续揭牌龙门、虎门，还有千尸香，象征莺歌里福德宫是地方信仰中心外，也是民众寻求心灵慰藉的场所。土地公保佑大家一切平安顺利。在历经一年多的整修后重新启用，吸引众多地方乡亲齐聚祝贺。它至今已经将近快四十年了，在这四十年当中得到很多的信众大德的一个扶持啊，让我们这香火非常鼎盛。那在期间呢，因为庙宇年久失修，有一点需要维修，所以我们在去年开始整整一年半的时间，得到众信大德的一个扶持的一个捐献。去年的三月我们开始动工，今年的八月完成，选定今天来庆典这个。那因为我也是这边的信徒，所以很高兴今天能够看到我们这座莺歌里福德宫都整修完毕，然后很多的信徒又过来，然后刚好也借着今天的庆典发放给我们弱势的团体，然后这个功德来替我们福德宫来做到，感觉非常的高兴。结合公益活动，将善的力量传递下去。立委林佩祥在致辞时也带来地方交通的好消息。那未来佩祥在今年也会尽全力去督促我们这交通部，针对捷运到基隆，然后再绕过国安路到长庚医院的这个计划，这个可行性评估，佩祥也会尽全力去督促交通部尽快把这个可行性评估做出来。福德宫的重新启用，除了标示一座信仰中心的复苏外，更展现社区团结和关怀的力量，为莺歌里注入了新活力。记者蔡小军，基隆报道。